各位记者先生，大家好。让我不能接受的就是，前面四庭，我们都是胜诉。那为什么在更二审、第五庭的时候判我们地主输？请问法官，你输有读得比别人多吗？你的法律见解有比别人高吗？有钱判生，无钱判死吗？为什么要负责财团？为什么要帮助财团来凌迟老百姓？ 你请告诉我们，到底你的理由是什么？你的见解是什么？你有判得比别人多吗？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小英总统出来讲清楚，不适当的法官、乱判的法官都要太除，都要下台。我在这里郑重的抗议，法官判决不公。 黄国书会长哦，他在一个月前其实，在更三审的时候，他也是败诉的。所以在今天这个判决之前，其实我心里面就已经有点担忧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案件已经缠讼5年了，今天黎明幼稚园也已经到了更二审的程序，之前所有的地主都是胜诉的，所有从化会所有的程序都是不完备的，但是法院却让他们 一直去完备这个程序，然后事后又不断的从这个在这个调处的过程中，对地主非常的不公平，甚至调处市政府做了调处，这些地主连坐下来开始谈都没有，市政府也没有任何担当帮地主来主张说这个拆除或者是这个征收这个所谓地上物的补偿合不合理，完全没有。 就任由从化会来凌迟我们的地主，这是我们觉得今天判决非常不能接受的地方。一开始在从化会这个程序里面哦，其实法律的法规的密度就非常的不充足，所以地主如何自救，其实法律是没有什么规定。那也造成今天这个案子已经拖太久了，而这个从化案已经很多地方已经开发了，就剩下这些。 这些一直缠讼、一直努力、一直反破迁的地主争执到现在，那我觉得法院他也是看到说从化会已经目前现况已经在分配了，所以就认为说啊，你的这地主也已经给你很长的时间去协调了，你们调处不出结果，那他就会认为说，那财团他们这边缠讼这么久，才这次才会逆转判这些财团胜诉。当然就是抗争到底，绝对要主拆到底。那法院前面4次都判我们赢，那请问法官，你是基于什么判我们输？那你判我们输，什么都不用讨论，那什么都不用谈，是不是你也护着财团，站在财团的那一边？所以我们绝对上诉到底，抗争到底。 然后抗拆到底，我们要为了幼稚的小朋友站在一起。
我这条老命也跟你拼了。黎明幼稚园他们没有处分权，所以他是判那个原始地主的继承人，案子是从喂，然后转到那一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点顾左右言他了，哎呀，我们一百年开始嘛，哈，一百年，对，一百年开始，对，九六年其实就已经从化了啦，九六年已经从化了，已经从化了，然后分配公告了，然后一直拖到一百年开始诉讼，然后历经了一二三审，哎，那之前其实真的是地主都是一路赢的。都认为是政府没有善尽调处之责任，对，结果就没想到今天是这样子，真的是很遗憾。那他今天他有说是什么理由，然后判？没有，他只有主文而已，今天只有宣判主文，没有说理由。那会什么？会有理由吗？接下来会收到判决书。对，那法院是用怎样的程序去帮助重划，会慢慢把程序的完备？就是。重划会起诉之后，他们说：“哎、欸、啊，之前都没挑除啊，甚至于连那个补偿费都没有提存哦。”重划会就告他们要拆了，然后他们当然是主张说：“那、啊、我们法律规定要挑除，都没有挑除。”这个之前有讲过吗？对对对，讲这段之前有讲过吗？有过这样的声音让外界知道吗？就是说连谈都没谈就直接先告？是啊，没有没有，之前好像没有这个声音出来。没有这个声音，没有连谈都没有谈。是啊。黎明幼稚园这个案子哦，地主从来就没有同意重划。那依照奖励自办重划办法里面的规定，重划会你今天要跟这些没有同意重划的要求他们强制拆除，必须要经过市政府的调处，而且必须要把你当时这个地上物补偿的金额要提出来。那其实这个案子重划会起诉的时候，完全市政府没有经过调处，是法院把他们要求他们命去进行协调，然后两次的协调双方都吵架，市政府连一个担当都没有，叫他们好好的提出来讨论都没有，双方都还没有开始调处就结束了，然后法院就认为说他已经经过调处的程序，这是最高法院都认为不合法的最大的理由，就是重划会完全没有经过协调的程序，就要求这些自救会的地主要他破迁，而且连他自己估价算出来非常低廉的地上物的补偿金也没有调处，市政府也没有重新认定，就用他自己算的钱就要把人家的房子强拆，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申请保留了，他完全都不理会，也不处理哦。你看这个政府跟那个拆团是怎么挂钩的？啊，完全不处理啊，对不对？你要讲，你不能保留，你要告诉我一个理由啊，连这个理由都没有。所以你看，地主会心服吗？当然不会心服啊。那个市政府啊，有文给重划会，重划会那个市政府给重划会的文是要妥处，要妥善的处理。可是重划会从来就没有回一张文，没有一通电话来告诉我们到底准不准。对不对？你那么久的时间了、啊，你不准，你要告诉我啊，对不对？你要判我死刑，你要告诉我是什么理由啊？你什么理由都没有，你怎么判我死刑？这个合道理吗？合情合理吗？